安理会现在准备对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。我现在将这项决议草案付诸表决。赞成 S-2023-863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的，请举手。弃权的请反对的请举手。弃权的请举手。决议草案以14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1票弃权获得通过，成为第2709号2023号决议。